好，各位两边的德莱斯，各位在座的讲师，大家午安。午安。应该讲到现在哈，你们精神应该会很好，因为过了午睡的时间，尤其是这节课，你一睡觉就会被记过。你信不信？因为这一节课就是要记过，一过又一过，就是记过。所以在座各位的讲师，我们昨天台中道场办了几件大事。昨天台中道场发生了几件大事，哪两件？还有什么？昨天台中道场发生了一个自古以来都在存在的大事，叫做普渡三草。我们昨天有办道啊，人草；我们昨天有办超拔地草；我们昨天有办结缘天草，有没有这件事？所以昨天台中道场同时办了天地人普渡三草的大事。你可以看到道的尊贵真正见证，尤其是昨天的结缘，我们可以看到结缘真的看到了一件事情，让走在人生道路修道的人不会白修，让真正走在修办路上这条的人没有白办，老天不会辜负人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台中道场多两位大仙，后学今天在对所有的点端师讲课，在正红也好，在刚才的正城楼上也好，我后学跟点端师说，跟各位讲师讲，我说你看到那两位点台师跟我们一般点台师有什么不一样？他们在台东道场不是特别资深点台师，黄金贤点台师还算是很新的点台师，他领命才几年，不过是十年左右，领命才十年左右，哪有什么很资深的点台师？他特别表现也没有，他跟我们点台师都很普通啊。你看到他真正做特别多吗？也没有啊。他有特别吗？也没有啊，因为他所做的都是我们点团师一样做的工作啊，何况他做的不一定是这么多啊。也因为他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或许就跟各位点团师说，为什么他可以成为大仙？昨天黄敏珍点团师在泰国，他特别打电话回来问或许说：“今天结缘两位点团师成什么仙？”我说：“大仙呢？”他说：“大仙哦。”他也惊讶的不得了，为什么他可以成为大仙？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由，各位在座讲师，因为他们具备开道的精神。开道，你看陈正跟点南师把所有家当几乎卖掉一半，退休金整个投入进去到哪里？菲律宾2000多万，养了这么多的孩子，累死，差一点点骨灰回来。黄金贤点南师开荒东马，就是这份心而已。所以今天老天要我们的不是我们到底办多少，而是要真正我们这份心到底大家在不在。各位讲师是不是？是。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讲这些课给你们听？我们把点传师的课放到讲师班来说，所以后学在讲课的时候都会说，最难讲的课就是点传师班，最难讲的课就是讲师班，怎么讲都没有用，因为大家听了就忘记。你信不信听了就忘记？你信不信听了就忘记？你如果不忘记，你今天不会今天让观正帝君来生气，不会让阿修罗王来现世，你今天不会做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对我们不尊敬，你不会做到现在你认为你还有很多地方要改过，你不会。或许问大家，都是讲师的自我意识最高，都做到讲师的自我的情，这个所谓的主宰力量很强，都做到讲师了，表面上没意见，私下都是成见，都做到讲师了，话不说话，背后都是话。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些话给你听？因为讲这些话的都是记过。所以后杰跟点团师说，最难讲就点团师班，点团师没有一个会听话的，没有个会听课的，因为等下次都很大，大得不得了，表面上都不讲话，私下点燃师更多都是话，莫怪惊动到观正帝君老人家，来给点燃师记过，一过，嚯、哦，大家就拍手，哇，点燃师都被记过了，讲师好松快哟、哦，嚯、哦，拍手，你也没松快，讲师记过比点燃师多，真的啊，你们这一次有听那个？有到年终参加年终谢恩的举手，有到正弘佛院参加年终谢恩的中士班、义智班、十祖之道，请举手，请举手，请放下。
在周一在连州县有没有讲到第一会的六个传承？有没有？哪六大传承？背一次，哪六大传？不要看笔记啦。哪六大传承？哪六大传承？不要讲那么多，你就把主题背出来。后学最后讲六个主题，哪六个主题？天命传永续传承，忠义精神永续传承，政治正确永续传承，人才永续传承，有没有？第五个是什么？道场的体制架构要传承。第六个是什么？海外道场国际化的道务格局要提升要传承，有没有这句话？我们在连州县有没有请大家练祝祷文？有没有？每天有练两次的举手，每天练两次的举手，早晚有练的举手。佛佛老师叫你我们练，我们都不练，你说你会成道也很难。会背的举手，会背的举手，会背祝祷文的举手，会背的，哎呦，只有一位，不简单。为什么你们都话都不听？现在的我在背后了，在背后了，看一下了，拜托一下了。现在的我，现在的我，现在的我，走在我是多么的这人生真是一门深路，我要将这一份幸运与幸福永远的什么传输，让不幸的人感受到一份，让不幸的人感受到一份幸运，这是我的责任。我要做菩萨的千手千眼，我要做人间的菩萨，这是我的使命，这是我的责任。我要做菩萨的千手千眼，我要做人间的菩萨。各位在座的讲师们，这个是最近要大家背，你都不会背，所以后学说最难讲的课就是讲师班的课，最难讲，讲完就忘记，你信不信？而且讲完后面意见特别多，再讲就是这些。所以后学时常说，各位讲师今天被指派为讲这一条关圣帝君的课，拜托大家，我们大家重新反省，我们大家好好的改过，我们每个人借这个机会，后学跟你们一样一起来学习，我们今天真正来重新面对改变自己，好不好？好。愿不愿意？愿意。愿不愿意？愿意。不要每一次讲到什么课都是先说那是在讲谁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每一个课都在讲自己，对不对？你有每一次都把他每一个课都在讲自己的心来听吗？讯文批出来就说，哦，你看仙佛这主笔那是说什么人啊，你看仙佛这说那些什么人啊，你有看的吗？你都不知道说那都是说咱，你跟我说这句话，仙佛这主笔好慈悲哦，都把我们的缺点点出来，我们好感恩，都可以好好改进。所以我们今天对每个人来讲，不要说都是点传师的课，都在讲点传师，这些课也是在讲什么师？讲师。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课程让大家看一下，来，大家练一次，来，点传师一起练，点传师，点传师，不有一个字什么？你们要真正成为什么？引导同修后进，而非成为什么？后学讲的这个班是第四节课，我觉得你们的声音是最小声的，你们的精神真的没有前三班好，我们再一次好不 好？因为最后一节课你也把他你的精神武装一下，借机会反省自己。各位在座讲师好不好？好。好不好？好。后学讲四节课，昨天讲三节课，大概这几天讲了二十节课了，我大概这几天讲了二十节课，都是这么大声呢，我不会讲小声呢，不用拍手啊，不好意思啦，哎，你们拍的也不够热烈，也没什么诚意啊。你看后学讲课都讲这么大声哦，我没有每一节课我偷工减料，没有，即使后学的声音很沙哑，我还是愿意把我的精神告诉大家，去传述现场的现况。所以现在你要深入其境，把自己当作现在是在仙佛开坛的现况，讲到什么你自己深入其境，愿不愿意？愿意。愿不愿意？愿意。你这个样子才能够真正改变你自己，提升你自己。来，我们再练一次，来，点传师，点传师，莫有一个自私嘛，你们要真正成为良师，
引导同修后进，而非成为电传师自私的私智。所以身为电传，要能代师传道，既师智成传师的。若你们只有至少门前雪，只顾自己所谓相关的后进，那你就是一位道道地地的电传师。我们再来往下看，不要只有笑点传师，讲师比我们点传师还严重。现在开始大声念，讲师们，你讲了道理给别人听，你也做到了吗？还是口沫横飞，光说不练，那就是讲事，光讲事而不认识。所以因为你不认识了你的天职，你的真人，你已经身担讲师，要有别一般道亲的使命。你要投入道场运作，你要提升心性，你不可以任性而为，你不可以理不清，而反而误人呀。讲师既为代天宣化，你们要好好担起桥梁使命。各位在座的讲师，我们还有一段话忘记打进去。佛陀老师说，讲师讲师只是讲师的讲师，有没有这句话？那你们忘记打了一段话，讲师讲师都是讲是非的讲师，是非很严重。各位在座的讲师们，点传师是哪个师？自私的师，没有黑板。点传师的师哦，没有你们讲师严重，讲师更严重，你知道吧？点传师如果很自私，他在整个道场只有相关几个佛堂，各位前前前中有没有道理？他就是这几个佛堂自私啊，他所能带的就是这一两百人啊，甚至五六十个人而已啊，他没有那么伟大可以带整个道场啊，没有啊，他的私是个人的范围。但是讲师不一样，讲师的是非扩大出去，严不严重？严不严重？严重。大声说，严不严重？严重。严重的不得了。所以不要说今天是讲点传师，也是在讲讲师。我们讲师的族群有多大你知道吗？我们的讲师族群是我们点传师的将近四十倍，台中的讲师是台点传师的四十倍多。我们讲师就是这么一小群人，我们就是这一群人。我们的讲师如果理念不正确，我们的讲师如果就像等一下仙佛要说的，老师要讲的，关圣帝君要说的，分党别派，理念不清，是非不明，捣乱引这个所谓引导众生，使其不能够走进道场，记一大过也。讲师才是严重的讲师啊。所以讲师就是什么，大家都不会不愿意去反省面对。所以今天台中道场就是每一次都推后学讲这些课，后学在很多讲师的心目中就是只会讲这些课的讲师，点传师没有一个人愿意讲重话给讲师听啊。现在讲师不好教哎，各位讲师谁敢教讲师？谁敢教导讲师？谁敢给讲师讲一句重话？谁敢给讲师好好的嘛多讲几句话？谁敢？因为讲了之后你们就会批评点传师揽权霸势，你们就会讲点传师就会要我们做事。你各位在座的讲师，你今天真的有人教导你吗？有人教你吗？我们点传师每一个月要开两次会，在天律天规的主导下，每个人还会稍微谨慎。我们讲师有出来开会吗？我们讲师要走进道场吗？我们讲师现在都存在的个人思见思维，自己的判断为主。你有真正整个公家的观念吗？要不是今天开这个班，什么时候聚在一起，大家可以了解道场的近况？讲师是不是？是。是不是？是。所以你要点传师班，他们也要后学讲这些课。他们说只有马点传师讲这个课，像关圣帝君见效一样，所以要马点传师来说。所以台中道场也是啊。要马点传师来讲，因为我的声音比较大声，震撼大家。但是讲没有用啊，要听啊，听了才有用啊。所以我们的班最难讲就是点传师讲，听了不改，改了不做。听了吧，听了不改，改了不做。有没有听懂这句话？等一下就老师会讲这些话，所以后学把很多精神先讲给大家听。所以各位在座的浅显，那么今天早上有讲过三读三会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清楚？有。真正的事情全部发生在关键开始的四月十六号，因为没有黑板，后学没办法写。在四月十六号的第一会已经就启动了
五月六号的怎么一个伏笔，五月六号就直接奠定了七月十四号崇德的整个的大方向。所以关键是在四月十六号，四月十六号的那一会刚好可以看到是在开国际视讯会议，对不对？在四月十六号的前后，我们就已经启动了海外点传师班跟谭主讲师班。所以今天大家所看的资料都在点传师班跟讲师班、谭主讲师班的资料。我们那时候已经在四月十号开始，我们就已经走进到美国了。我们在美国开谭主讲师班，在洛杉矶、在旧金山、在西雅图，我们到了温哥华，我们已经在开这些点传师班了，也在开点传师班，也同时开什么谭主讲师班。我们也从这个时候又到了印尼雅加达开点传师班，也开点传师班。我们又到了新马，四月二十三号到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啊不，阿罗斯达叫新马点传师班，我们在开新马点传师班。所有这些过程全部发生在这段时间，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在这段时间，在前人还没有开五月六号的会议的时候，所有很多事情先佛已经铺陈在前面，所以才有这些事情。要来提醒我们，要来告诉我们大家，这些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课程。一直到了四月二十二号，是东南亚点传师班最后一班。四月二十二号是东南亚点传师班最后一班，就在这个班，佛佛老师来开坛。因为在每一班坛主讲师班都开得很辛苦。各位在座的坛主讲师，你要听好这段话：每一班佛佛老师来，都给我们徒儿们带来很多的震撼。我们都带着谭主讲师，新加坡的谭主讲师，马来西亚吉隆坡阿罗斯达的谭主讲师，跪听佛佛老师的慈悲。跪，跪在哪里？跪在地板上。这个石板硬不硬？你来跪五分钟试试看。我们一跪都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，我们跪在这个地板一跪就是一个半小时。我们没有跪在拜殿上，不像台湾好多的讲师不了解状况，前面点传师跪一下你就心痛，赶快拿拜殿给点传师跪。受苦越多成果越大，你没有听过？跪越久消灾越多，你没有听过？点传师舒舒服服跪在拜殿上，那叫怎么叫消罪消过？讲师跪在拜殿上，什么叫做改过？你连怕痛，仙佛来调教你都怕痛，仙佛来调教你都不清楚现况，你还跪着舒舒服服消什么过，改什么罪？各位讲师有没有听明白？所以以后有机会，前面点传师跪地板是他的机会，不要拿拜殿给他跪。点传师也要懂，不要去跪拜殿。你什么时候跪过？都跪拜殿跪习惯了，没有拜殿跪不下去。后学讲的是很实在的一段话，你们什么时候好好跪在地板上磕过头？什么时候？尤其是仙佛灵坛的时候，什么时候跪在一跪跪半个小时？什么时候你跪过？一点苦都吃不了，一点痛都熬不过，我们是每一班都要跪，每一班都要跪，一跪都是一个半小时、两个小时，会听没？唔敢挨，我讲，乌青唔敢挨，都还庆幸老师慈悲给我们机会。我们是这种情况，一班一班过来，到了四月二十二号东南亚最后一班坛主讲师班的时候，佛佛老师说。超持的徒儿出来，因为都是后学超持，唱一唱为师的忠义精神。后学就说哪里有忠义精神这首歌，哪里有？后学就出去说，哎，有没有文书？有没有忠义精神？点那个说没有嘞。后学说哪里找忠义精神？后学只有讲这句话哦。老师就说，我的徒儿，济公的徒儿不能够皱一个眉头，任何困难都要自己去解决，去把它找出来，为师要听啊。哎呦，赶快去联络台湾，一调台草的是在台湾的忠义精神。找出来之后，后学跟老师说：“老师慈悲，找到了。”老师说：“我不听了，明天再唱。”明天，我也写在公文，明天再唱。明天就是点传师班。老师说：“时间的关系，今天不唱，明天唱。”徒儿准备好，明天准备两把文书，为师有大用。准备两把文书，就在那个点讲坛主讲师班开完以后。那天晚上在吃晚餐以后，台湾的负责群友刘老点传师、刘敬修、洪秋梅点传师、谢坤点传师、后学，我们四位点传师就在餐厅吃完饭，我们开个会。后学就先说：“哎，各位点传师，韩哥，明天这个班不好开哦，明天老师要叫我们准备两把文书，一定有状况哦，明天这个班真的不好开哦。”
要较注意的哦。好，就还是讲，卖讲好无，知就好，讲都给侬困袂去，卖讲好无。哦，会惊你知无？因为一路来每一班都有状况，真的每一班都是老师亲自调教，而且调教的很重很重啊，但是却给我们机会改过改过改过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很感恩。这个时候，刘老等下是讲一句话：刘老，啊，嘛是来教教较好啦，不然啊，咱嘛教袂好，来先我来教教嘛是好啦。谢君德讲哦，那教落去教教拄拄啊好，我那惊死人哦，看袂安怎得。阿你好，我们那天就来聊天啦哦。大家带着很诚惶诚恐的心，准备接待四月二十三号点赞示范。四月二十三号八点钟以前，晴空万里，晴空万里哦。八点钟正八点钟，吉隆坡点赞师、新加坡点赞师坐游览车到槟城下车，准备进到佛堂吃饭，还没进佛堂，佛堂外面是个花园，在花园的走道上准备好吃早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八点钟，突然间晴空万里变成狂风暴雨，雷电闪电交加，咔咚。突然间狂风暴雨扫锅碗瓢盆这样子转，你知道吗？后学就跟那个红点师站在门口说：“哎，阿哥，你有看无？天气变些了哦，这班大条哦，这班大条哦，卖讲啦，都去惊我讲。我讲阿哥开始无敢讲哦，这个班这一挂电堂师都唔惊你看，遐电堂师搁底下嘻嘻呀，白目有影一定白目，阿哥底下嘻嘻呀。”后学跟谢台说：“哎，谢台，我们提早开始，你看今天真的气象突然间变色，那都异象变色呢，整个狂风暴雨、闪电交加，乒乒乓乓一直打，闪电、雷电交加呢。那些点台师他们说：‘罗马兄弟，你先去南极喝酒。’我说：‘各位点台师，你们没看到，你们没来晴空万里，你们一来变成狂风暴雨，你没看到吗？吃快一点，赶快佛堂集合。”不要再讲话了，庄严自己，这个天气为你们而来。他们说：“马大，真的哦，这个天气有这么严重，为我们而来哦。”我都叫我们，我说：“注意各位重点团，真的气象不一样，你不觉得吗？转念就在刹那中，天气就在变化下，你看一下就狂风暴雨了。你们没有来，我们晴空万里；你们一来，狂风暴雨。吃完饭不要讲话，进佛殿。”哦，他们一进佛殿，哦，突然间就很庄严的，吃完饭之后，他们一进佛殿，看到四大金刚站在了什么？站在佛前，台湾负责局四个人全部站在佛前站班站好了。哇，他们看到我们很庄严，都穿着道袍、正式服装在那边。哇，他们赶快都整整齐齐的，没有人敢讲究，因为那个时候感觉到真的情况不一样，外面的闪电交加，风雨连续半个小时没有停过，一样一直打雷，一直打闪电，一直打，哇，真的很严重。而且说，阿哥，四十分钟也未停，你知无？你想到你都知影大条哦，你来超级好无？卖，这你也看客，卖。我讲电台说你来超级，卖。哦，这个人来上，想到没来，啊知影上没来，哦，这到底大条啊？结果献完供，一开坛，请大家翻开手册第六页。各位姐姐，有没有听清楚？后学在第三页，翻开手册第三页，有没有看到？谁来了？关圣帝君，手册第三页，打开来，请你把头抬起来，不要看文字了，因为文字你看完了你也忘记了。最重要是听好我后学要说什么，好不好？好。关圣帝君男朋友报佛号哦，就开坛哦，来龙去脉不就？妄言是非，这些都听不清楚，因为这些都听不清楚。只听清楚后面四个字，哪四个字？记忆过也。一准看到关圣帝君声这大声，但已经踹蛋了。我台湾点单是头都已经低下来了，因为每一句话都好像刺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真的很感受鲜活的滋味。但是这些点单师也大家怎么样？全部静下来，不敢讲话，狂风暴雨照扫，一直到第二过之后。雨渐小，风也停，闪电也没有，就听到里面的沙盘声，记忆过也，尤其是讲那记忆过也，音都高八度，记忆过也，哎，惊死人，你知无？哎，沙盘呢，天才人才爆至，爆加大声呢，关圣帝君呢，到第四过听完以后，或许说各位点还是跪下来求帝君慈悲赦罪，啪跪下去了。关圣帝君老人家没有报佛号呢，
那时候我们只晓得是关圣帝君，老人家也没有叫我们起来呢，继续跪，我们都没有起来哦。这个地板跪二十分钟，那时候还没有爆破啊，就先跪二十分钟哦。因为每一个字后面都加一个什么字，记忆过也，听到台已经两脚变四脚，听不实在才听，没有跪过的人真的很痛，很痛很痛，而且真的跪不下去。但是我们就是不能够跪，我后学就是坚持不跪拜殿，一定要经过你刻苦铭心、锥心刺骨的感觉，你才会记得清清楚楚。各位讲师对不对？安尼对不？你怕过什么事？你跟后学说，你回想你怕过什么事？你记忆最深刻什么？你如果现在跪地板跪一个小时，你会永远记得你在地板跪一个小时，因为那种痛，痛在你的记忆里，痛在你的心坎里。安尼讲有道理不？阿你讲有道理无？迄跪跪三分钟的拢袂听啦，跪一百摆嘛袂听，你嘛无感觉；跪一千摆嘛袂听，你嘛无感觉，因为迄跪痛的。你要相信无？你跪一点钟拢嘛叮当，记得住记不住？记得住。一直到了最后第四页，更名圣训，铭记心房，不忘先佛之意，行政胡乱倒颠，口诛污秽，存疑无证，篡改圣意，倒颠同修，更记什么一大过耶。各位在座姐姐，那个时候关圣帝君报无来，关圣帝君，哇，那个时候大家就很整个精神就怎么吼、哦、更紧张，无来关圣帝君哦，我们那时候才借用机会哦。各位姐姐听好，因为关圣帝君参完母教，我们要不要给关圣帝君接驾？后学叫起立，起立哦，哦，这个机会，这个机会起立，乖，活动一下，给关圣帝君接驾。这就在这个时候，各位在座前贤讲到这里就好了。各位在座的讲师，你看到最后这三个字，有多少讲师刻意误导是非，刻意什么改串圣意，刻意颠倒同修？有多少讲师口出怎么样不非善语？有多少人都是存着怀疑？你如果存在这份心，关圣帝君的信文都怎么记过？记一大过也。各位讲师是不是？是。讲话要不要小心？要。心要不要正念？要。要不要正念？要。关圣帝君的信文有一句话没有出来，不改，观看看上天，天牢多观何人？但看上天，天牢多观何人？重点传干讲师。天牢吼，我还无遮多电传书啦，拢关江苏较大部分啦。鬼咩啊？讲迄，什么敢关电传书？卖关什么书？讲师，因为是非传度最多的都是是是非非，所以今天是机会给我们改过。各位讲师是不是？是。有没有改过？所以我们从第三页，大家大声念一次，记清楚。最后那个记一过也，全部把音高半音，好不好？来龙去脉不救，妄言是非记忆过也。要把那个记忆过也的音要高半音了，重新开始来。来龙去脉不救，妄言是非记忆过也。南天大师杨威，世人从事记忆过也。你那个没有大声了，三千不正妄行，众人欺人瞒天，记忆过也。无有偏心正分，一教多广，记忆过也。不清不楚，记忆过也。贪惑好利无耻，充权严谨，记忆过也。半道无由，尽心辛苦退缩，记忆过也。喜爱巧言，好恶无由泄意，记忆过也。享受热心无止，借故推诿，记忆过也。对待道亲分别，贫富高低，记忆过也。宠幸小人轻言，内举不避，记忆过也。十五佛规无准，马虎行道，记忆过也。一离引导，后界无平等心，记忆过也。身担天职，点传无息身心，记忆过也。同修修办断道，自为己有，记忆过也。此等过，一一明白，散杂华恶，所忍逃脱，寸功寸过，明见秋毫，信所也，不忍逃之。更名圣训，铭记心房，不忘先佛之意，行政胡乱倒颠，口出污秽，存疑无罪，篡改圣意，倒颠同修，更记。一大过也。
各位在座的讲师，真的看看这些话，你就晓得了。不要指责别人，多说别人有没有犯到这么多，我们都有。你要肯认错，你就会去改过；你不认错，你就不会去改正。所以这些话不是只有讲给点传师听的。各位在座的讲师，请你再翻开十二页，请你再翻开十二页，翻开了没有？在这过程，刚才后学讲的很多过程，都在老师的序文开始说了。真是如此，不可打妄语，来此开班要真正明悟。为什么要入班？为什么要更精进？而不是来开什么会？同乐会，好久不见，东家长什么短？西家短。刚才有没有说大家在看到狂风暴雨，大家还在嘻嘻哈哈？有没有？老师就说的，开什么班？为什么不精进？不是来开什么会，同乐会。好久不见，东家长西家短，老是不精进，老是讲讲别人，老是叫做叫别人，老是好的总想到自己。道亲有苦，道亲有难，你是看人讲道理，看看这个有名望的多讲几句，看那个看这个对你不好的少讲一点，看看比较比较，这是天意吗？是不是？不是。老师讲完又讲一句重话，工作总是叫别人说，上台人总是你有没有体悟？点传师的职责是什么？你凭什么可以代天来传道？各位浅显，讲到这个时候，你要后觉没有念，你就要把头抬起来。讲到这个时候，老师的话是越来越重，你凭什么来办报？你凭什么来办报？点传师，你凭什么来办报？这个时候老师的话很重，沙盘上的话点出来只有沙盘的声音，爆炸的声音，但是很重。霍学就说：“各位点传是贵，嘿，那个关圣帝君鬼迷戏耍混啊，你知无？嘿，就机会干嘛讲老师要来欧乐啊，要来咱秀秀？唔是，凭什么你可以办到？”霍学马上跪，点传是又跪下去了。哎呦，那就跪下去。老师就讲这话：“你凭什么可以代天来传道？凭着你身边的道穿穿道袍，还是凭着你人情的？”回答为师。哇，老师很生气哟。回答为师，说，那是谁敢说？全部跪在地板上，谁敢说？霍学话转回来：“各位讲师，你凭什么可以登台讲道？换个角度，你凭什么可以登台讲道？”转个角度来说，对不对？凭什么？天恩师德，点传师要不是没有前人提拔，道场举荐，讲师要没有前贤推荐，道场怎么担保？怎么有机会提登当讲师？老师就说：“你凭什么回答为师？”我们都不敢回答，我们只有说一句话：“老师什么慈悲？”哎呀，济公多讲的徒儿不一定喜爱听，多说了几句徒儿就不一定想接受。人呀人呀，总是喜欢被什么褒奖，哪有人真正学圣人闻过则喜，先少知，先少知是吗？所以为师不讲了，好吗？各位在座的讲师，老师不讲了呢，好吗？那个时候我们是跪着还站着，我们是跪着还站着，老师说不讲了。后学马上说：“请大家磕头，赶快跪着给老师磕头，说老师慈悲，请老师多慈悲，我们改过。我们再说老师慈悲了，弟子们做不好，请老师多慈悲，老师不要讲了。”老师马上后面接这句话：“何必忏悔？你们不都很好吗？道理你讲的可多了，还用听吗？做人处事你不都过了几十年了，半百了一甲子了，不都很熟练，还用教吗？”你们都可以代师传道，你们都可以指点迷津，还用为师讲什么呢？你们不都条条公正、活规谨守，还用为师说什么？你们都会了，尽是做的，开创道路，还用为师讲什么呢？起来吧，徒儿，可不可以起来？可不可以起来？哎呦，那个时候怎么敢起来？继续磕头，老师慈悲了。这些话重不重？很重，很重。我们只有讲一句话，哪一句话？老师慈悲了，弟子们做不好，请老师慈悲了。老师讲什么？起来吧，徒儿们，为师想你们多样样多好，为师就不用教了。老师不教了，我们那个时候只能够讲什么？老师慈悲了，老师慈悲了，老师慈悲了。注意看啊，好一个一群点传师，有没有看到这段话？改为好一群什么讲师？他卖公点传师，那卖公讲师，好不好？好，一群点传师干什么？讲师，好，给自己鼓掌。各位，讲师头抬起来。
那时候我们是跪着还是站着？跪着。老师要给我们要给自己鼓掌呢。好，疫情点传师，在这个沙盘上有一个空间上跟时间上的误差，因为在现在是后学讲话连接，时间上没有中断，对吗？后学讲话时间有没有中断？没有。开坛有没有中断时间？有吗？哈，报制完以后，报完了。还要再等老师批才能够再爆出来嘛？这个中间是不是有时空的一种顿差？有没有？所以这个时候老师说：“好，疫情点传师，批完了之后，好，给自己鼓掌。要给自己鼓掌的时候，是不是已经有顿一下？不会超时的人就把手拍下去了。好，给自己鼓掌拍手。后学就晓得跪着哪有给自己拍手的。后学说不可以拍手，跪下来磕头。”后学就马上说：“不可以拍手，求老师慈悲赦罪。”在这段因缘是这样子，谁敢拍手？那些东南亚的点禅师有一些听不懂话，手拿起来就要拍下去，要不是后学声音大，不可以拍手，求老师慈悲赦罪。那个手拍下去，老师这就退手。好啊，真的拍了，真的拍了。所以说，教啊，老师要教您，求老师慈悲啊。要教再教，教徒我什么？傻济公，傻济公，我无德无才，怎么教你呢？我只不过是一个傻道济，没有什么伎俩可以教你什么生财之道。我只不过身穿一件破袈裟，手拿一个葫芦，手提一把破扇，我啊，连鞋子破了都没补，我一身穷啊穷啊，寒酸啊寒酸。你们呐、啊，这个是很大声哦，大户什么大贵，哎。得了，读了高学历，知识多，怎用我这个傻道济教你呀、啊？是吗？老师说，歪嘎。老师是拿穿破袈裟，拿破扇子，穿破鞋子，身挂个葫芦走天下。我的徒儿不是大富大贵，穿金戴玉，高学历。老师教我们这些千金穿金戴玉的徒儿教什么？一尊老师恭维，恭维在党里在不？我没有办法教我这群大富大贵的徒儿。算了，哇，那时候怎么办？跪，磕头。那时候不是只有这样磕哦，不是用合同磕哦，把头跟合同跪在地板上磕响头。求老师慈悲，求老师慈悲。你注意看这一段话哈，连续几个慈悲，你注意看哦，慈悲慈悲，换为师希望徒儿你。花花慈悲心啊，你们花花同胞爱啊，你们花花同理心啊，你们花花公心啊，这句话重不重啊？换为师来希望我的徒儿花花慈悲啊，你不慈悲，你的后学可怜；你不慈悲，你的理念难调整；你不慈悲，这个大道怎么开创？你不慈悲，怎么救度世间？你的后学同学都常讲，点禅是什么？慈悲。各位在座前贤，你看看这边老师怎么讲的，你想想，你真的有慈悲吗？有慈悲吗？有慈悲吗？你真正有慈悲吗？来，再批这个时候，刚才后学说过，有没有时间的顿点？有没有？你有慈悲吗？顿一下，啪！你有慈悲吗？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我们应该怎么做了？磕头，继续什么？继续磕头，一直磕头，磕头，磕头。老师慈悲，老师慈悲。老师说，你为师的心有多难割？如刀割，如刀割，徒儿可知三丹点禅是什么原因？你要救人，救人呐、啊，而不是成天还在人事打转、小事情上磨来什么磨去。各位在座的讲师，头抬起来。新加坡老师讲了一段很重对讲师讲的话，后学把它加在这里来给你听。在新加坡的时候，老师说：“我的徒儿，为什么你们总是开不好会？开不好会就是我徒儿没智慧，众生没福慧。”后学讲一次，你念一次：“开不好会就是我的徒儿没什么慧，智慧，众生没什么慧，福慧。”开会，开会，总是在谈人事，人事，人事。谈到什么时候还是人事？莫非到了人事了？哪个事？还在人事？你看老师讲的话重不重？各位讲师想想看，我的徒儿为什么开会总是人事，人事，人事？难道都没有道务？
为什么要开到什么时候？人事了还在人事。各位讲师，这句话重不重？你看我们有多少人事的问题，是是非非的问题。老实讲，开不法会是我的徒儿没有智慧，众生没有什么福慧，我们影响众生啊，你知道吗？点传师、讲师这三个字、这两个字，好沉重，好沉重。为师教不好，若有过，全是积功单；若有罪，全算在谁身上？济公身上。若有一切一切之过的，全是济公我一人担。帝君啊，帝君啊，这时候各位姐姐，你知道他批帝君的时候，在批帝君的时候，老师的声音很无奈：帝君啊，帝君啊，你老人家别发怒，我的徒儿过错，全是我这个老师没教好，你平平静，你平平静，别记他们过，别记他们错，是我是我教不好，无德无能。各位在座浅显，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也跪在地板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又能够做什么事？我们只有全部跪在地板磕头。不过在这个时候发生一件很真的大家感动的事。感动什么？包含全体的男士，包含国外的全部哭啊，大哭特哭哦，大哭特哭。因为我们都跪地板嘛，很痛，真的很痛。洪秋梅点男士、刘老点男士，他们就比较怎么样？比较有责任感。他们就跪得比较少，因为有责任，他们都要去看讯文。哎呦，好了没有？我就说阿哥，你那边跪哦，那边跪。我爱讲讯文啊，我爱讲讯文啊，所以爱看讯文哦。哦，啊，拢我爱滚两跪，你拢唔免啥跪哦。你讲你爱代表跪啊，做红看啊，跪啊，跪啊。哎，我留了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刘老点还是红点还是一样，真的，人家就是有刚帮办过，就是不一样。跪的跟求老师慈悲，求帝君慈悲。帝君那个时候，你可以称帝君吗？我们可以称帝君吗？你可以这么老师称帝君，我们也称帝君，我们要称的观正帝君老人家，是不是？我们就跪下来说：刘老点来是侯点来是谢坤德点来是后学，我们就说老师慈悲，求帝君，求观正帝君老人家慈悲，赦我们这群无知的过错，求老师慈悲。求观正帝君老人家慈悲，赦我们的过错，我们就赶快全部跪下来，一直磕头。我们求老师替我们求情的，我们这些人还不求情，哪有这么样不会操持的？难道这个叫老师一人当我们的罪过错吗？难道我们都不应该自己去认错吗？我们就跪下来，老师慈悲啊，叩求老师慈悲，叩求地大观正帝君慈悲。哇呀，徒儿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注意听哦。这个时候徒儿起来吧，起来吧，我们就真的站起来哦，因为以为过已经忏悔过了嘛。站起来了没有？站起来了。站起来之后沙盘上是不是刚好顿一句话？有没有顿一句话？徒儿们怎么样？起来吧，起来吧，我们就站起来。因为那个时候中间是不是在又在开坛嘛，又在批字，没有十秒钟，你们全都没有错，没有过，都是为师一人的错，跪跪跪，又跪下去了，跪下去。哎呦，那现在讲起来，真惊人啊！你知无？起来吧，我们就站起来了。起来之后又说：“你们都没有过，你们都没有错，都是为师的错。超持的要不要跪？跪跪跪，全部在跪，啪就跪。这时候向谁忏悔？向老师忏悔。哎呀，你们活归要做好吧，赶快请帝君就坐，好好修道，好好办道，有没有这句话？”记住今天帝君慈悲跟你们说的句话，懂吗？日后要好好修，好好办。天命啊，要得者有流传无德之人，败坏道长，欺师灭祖，老母一定收回什么天命，懂不懂？各位前贤，懂不懂？收回什么天命？各位在座的讲师，点禅师胡作乱为，老母收回天命，讲师屡劝不改，胡作乱为，影响道场，道风道气，点禅师。不，点禅师的命由老母收回，讲师的天职由道场可以决定，听你们天职哦。道场可以决定哦，你却不改，你却不听，影响道场，影响修行，影响道亲，你却，但是有一句话，你却不改，不是只有劝一次，这叫做什么？你却不改。各位在座的讲师，今天这篇观正帝君是给我们反省，我们应该改过的，有没有道理？要不要改过？要不要改过？不要再随乐意批判。25页翻开来，25页翻开你们的手册，25页第三行看到了哈，你若没有自觉，没有戒律，没有作业，没有担当，没有智慧，怎么能够怎么
启发众生。所以点传师、讲师、坛主要好提倡什么？众义精神，也要将这首你们前人爱听的歌曲放入哪里？后面加上谱，懂吗？各位在这前线，所以大家要不要唱啊？好，最后25页最后一段，那个来，谁来做做？好，你们看不懂或学学说，头抬起来。开坛的时候是不是天才在开坛？是不是啦？开坛是这么开嘛？啊，谁报字？人才报字，地才抄字。老师说，拿个椅子放在为师对面，拿一把椅子放在为师对面，请一个点燃师上来坐坐坐，请一个点燃师上来坐，谁敢上来坐？老师在开坛，而且刚才已经跪着这么久，不知道老师又要出什么考题，谁晓得？谁敢去坐？没有人敢坐，连超时的都很紧张哦。不要做超时的，你来做，我还就等几多条，你知不？老师说，某某道场某某人出来坐，去让老师叫到那个，都是平常时都是死的，大班大班，大班大班，恁知啦吼？恁知无啦？知无啦？你嘛看上面较大班，你也注意，迄都是哦，老师叫到迄个哦，都平常时哦，都是安怎大班大班，某某的孩子出来坐，迄、那个大班大班的孩子听到老师叫名，有紧张无？叫你耶，是吗？老师说叫你啊，我唔敢出来，叫你耶，拖出来，哇，很战战兢兢就是坐。平常你不是喜欢坐吗？为师请你坐，你反而不上坐，坐。打毛巾，打毛巾，散开水，端杯水，再拿一把扇子帮他扇扇风。坐在对面的那个点燃师，坐得住坐不住？要是你坐得住坐不住，坐如针毯呐、啊。拿把扫把来，扫把，凤英出来扫地，要凤英点燃师出来扫地，他是吃苦耐劳一位清修的点燃师。老师就说，你们看看哪一个人被尊敬，你会说哪一个被尊敬？是扫地还是大班大班的啦？你们应该大声，我这里有困难，你们别搞你没困难。下面人靠被尊敬扫地，全体都说老师是被扫地的被尊敬。坐在那边的人如何？坐得住坐不住？坐得住坐不住？头整个低下来，换坤道来做。坤道，我要点两次，赶快请你给我离开。换坤道，坤道谁敢来啊？某某人出列，是我吗？老师说是你。那个也是安怎？大班，你也跟我配合。那个也是安怎？大班，大班。那也是大班，大班。坐，打毛巾，散开水，散风，坐得住还坐不住？坐不住。这边在讲这个以身作则，了解吗？翻过来27页，第三行，大家练一次。日后，徒儿们大声念，千万千万。再念一次，千万千万，千万千万，不要让自己有不可造的机会。28页，到现在看到这段话没有？到现在若还要为师一个一个讲，那么这样的点出来，这真是可对，可是对愧对老母老祖师，你们师母，你们老前人，你们前人，甚至什么众生。翻开30页，这一句话是全体讲师都要记，牢牢记在心里的。中间这一段话，你今天有没有看到这句话？大声念出来，你今天再念一次来，你今天用众生的一粒米一口茶，各位在座的前贤，这些都是我们真的要去问的。要不是天恩师德，谁给你放开水？各位讲，各位在座为人爸爸妈妈的，头抬起来一下好不好？做阿公阿嬷，拜托一下，你听看卖一下，安尼有道理无？有啦，我点头一下。恁两个领导，三顿饭，恁囝到来停一杯滚酒，恁有无？
无啦，大家啉啦，大家去停，大家啉啦，对不？对不？到场呢，点各位前前请净手，请喝水，有没有？道场平安的子孙更加有礼貌，道场平安的子孙更加友好，咱恁敢无感觉？道场平安的子孙去照顾咱，哦，咱要登天堂嘛，是咱这道场尔。恁子孙干啦，阿公阿妈要爱讨钱啦，老爸老母爱钱尔，到够恁登天堂有无？无啦，做牛做马还阁未感恩呢，讲起，干咱道场要让你登去倒位天堂。所以这个计划你说重不重要？翻过来三十一页，最后第二句，始祖运作不是有始祖，就代表始祖怎么样？要接近，要真正提携他们，深入他们的问题，懂吗？所以我们现在有始祖运作，有没有？有哈。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关圣帝君跟婆婆老师的慈悲。我们翻开三十五页，赶快讲一个阿修罗王，给你震撼一下。阿修罗王三十五页，看到阿修罗王没有？各位浅浅头抬起来一下，你什么时候听说过阿修罗王来过？你在道场有碰过阿修罗王借窍？除了这一次以外，有看过阿修罗王来开坛的举手？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。老天慈悲，你会看到好多阿修罗王都在你身边，你信不信？你也是阿修罗王的其中之一。你看完新闻就晓得什么叫阿修罗王，所以不要以为阿修罗王是一个代号，是每一个人心不念不正就是什么阿修罗王。那才恐怖，你知不？那在现场，你都没在现场，你都不知道哇，恐怖恐怖恐怖。那要开坛哦，在开坛的时候，开坛前呢，因为这是在吉隆坡道场，4月29号吉隆坡道场。那个时候因为吉隆坡道场要解决某一些问题，就在准备上坛主讲师班，朱伯昌准来师，刘敬修准来师，我们几位准，大家几位准来师，就在谈，哎呀，干脆这问题没解决了，请老师主笔了，问题解决不了就请老师慈悲好了，请老师来做主。我们那时候都没有讲什么话，默默的希望老师慈悲能够化解，反正没有，最后就是要问老师了，看别人的改管了，不要讲清洗老师了。结果一开坛，将近2000位，因为在大礼堂哦，开坛是在讲台上、讲桌上，就是这个，就像大礼堂了，1800多位点禅师、讲师全部站在台下，要把这个情境讲一下，你才晓得后续等一下说什么。开坛就在这个礼堂、这个讲桌上、讲台上了，啊，坛主讲师就站在台下嘛，站着嘛，对，将近2000人嘛。结果没有想到，一爆火号都没有爆火号，没有爆火号都不晓得谁来哦。但是一听语气就觉得不对了，哪里不对了？各位浅显把这一篇练一次，两个字要练出来，考题练一次，大声练文。然而道成天上名流古今者寥寥，今时末后吾干陵策者考其修饰，隐窜于道场之中，考其真心否，考其真念否，考其名利声色，考其三心，考其一切，若有若干人等落于圈套中，追名者，追利者，追其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等，助其皆如意。你们考之不过，无才有克尽之也。你们考之生其悔恨心，无才克尽之也。要练啊，大声练啊，若人人修道皆平顺。既认真行，坛主者既认真修，一切白羊弟子皆要通过无知考验，真火试炼、逆境试炼、明镜试炼、权位试炼，等待其一切心生磨练。若无知圈套，即无知路径，行无知魔路。今朝无理次子现身说法，实乃上天之旨意。佛无早在耳门的心中悄悄地静静地走来了。
但白羊修士不必理会我这元素。圣灵们早前多分，圣灵们逆天知道，圣灵们实行边界，圣灵们起心动念，圣灵们心生妒忌，方才能登先天，难列仙班，无才有大功也。哈哈哈！林中北要哈哈哈！吾乃是翻过来，阿修罗王是也，奉母命现身佛地，练起来。借落佛地，先参母驾，再看看诸位白羊秀。各位前贤，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接驾？对不对？要接驾时候，因为阿修罗王报什么？报圣号，报佛号的。吾乃阿修罗王。那个时候，超持的人跟所有坛主讲师整个震惊的不得了，因为我们以为是关圣帝君，结果报出佛号是阿修罗王。而且很大声爆出阿修罗王，哦，超时的我们真的吓一跳。我觉得就是说各位坛主，因为那时候要报佛号的时候，我们要参驾嘛，参驾是不是那个天台就是先画在沙盘上等我们参驾嘛，对不对？但是阿修罗王很刻意等我们参驾哦，等我们讲话介绍阿修罗王。我们都会介绍八仙呢、啊，芳姐你也要介绍阿修罗王没？你干嘛要盖起阿修罗？我们不会介绍阿修罗王哦。但是你要介绍来者乃阿修罗王哦，我们说各位道亲、各位坛主，战战兢兢，自古以来没有来过的阿修罗王今天现身也。后学只能讲到这里，我也不会，后学不会讲啊，只有听过阿修罗王来考道，考道听听阿修罗王来啊，啥不要解释阿修罗王，因为已经嘛惊到啊，你听我，伊都嘛惊到啊嘞。我说各位前贤，自古以来三朝开普渡没有看过阿修罗王来，不知道要恭喜大家还是贺喜大家，还是要吓惊大家，嘛不要讲啊，你听好不？那忽然被阿修罗王来啊，那是大代志嘞，大条的代志了。各位讲师，您知无？知无？阿修罗王来，我们说向阿修罗王接驾。嘛，唔当要三克数，还五克数。我看这边来记过哦，而且五克数较有礼貌的啊，五克数，人礼多人不怪啊。哎，今年唔当要三克数啊，五克数，但是这都不来记过的，都不来考，这拢安尼来要安尼教育的哦，而且较有礼貌的哦。我觉得想法是要比较有礼貌。各位姐姐有没有听清楚啦？要怎么有礼貌？我就说五克数，五克数接驾，好。开始了，注意听啊！开始了，再看看诸位白羊修士，说的修得好，说是办得好，这种声音很大声哦，说是真修道，我来看看。结果就批两个字，啊啊！那阵哦，那阵要安怎做？你知道吗？跪！哎、欸，那两千人跪在一起，很壮观呢，壮不壮观？壮观呢，两千几人跪，哇，跪落呀！因为这两句话真的很可怕，我来看看，啊啊，跪！啊，结果一跪下来，更可怕出来了，怕什么？你们看看新闻，怕什么？再看看新闻，怕什么？三个怕字，你心正怕我什么？惧什么？惧什么？惧什么？你心正惧我什么？各位浅浅。在沙盘上，那都跪下来，对不对？怕什么？要说天地人才要不要要练嘛？哦，怕什么嘛？人才报完之后还要再批嘛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还又来一句，怕什么？哇、哦，加人过来哦！哎呀，顿好几秒嘛！哦，怕什么？连续呢？哦，大家说磕头磕头磕头，跪下来求磕头磕头。天人共伴，你们好机缘，人逢大道，你们好根基，人拜在佛佛济公的门下，你们怎么样好福气，可以得领天职行功去。但是你们没有想过，你们的冤亲债主在等待，你有没有想一想，天那么大，你还逆天什么行道？你办的所谓大道在哪里？你一个私心啊，入我圈道啊，入我圈道实在好，实在什么没有？你没有真办才可以带坏事的，你没有真办才可以泪海茫茫，你虚心假意才可以冤亲债主找上你，你是我同伙啊，真是好，哈哈哈哈哈！安尼惊人未？来，你念一摆看卖好不好？你没有，一起来一起念，你没有真办，才可以带坏事的，你没有真办才可以念海茫茫，你虚心假意。
真是啊。这个时候，活佛老师来，的时候，活佛老师讲了真修，有没有看到真修？请你翻过来39页、40页，你要好好回去看一看。贺杰可以看到，老师说今日有缘师徒聚，开班入班报道区，摩密现经阿修罗现身以告来警地。徒佛是徒儿，佛有真参悟，徒佛佛有生活意，过去几十数年载，佛有真心大道矣。这个时候请各位请，这回去自己看好不好？好。老师提醒阿修罗王讲的，这个时候前面这个时候，老师就跟大家讲完这段话之后，老师突然叫刘静修点燃师徒儿，你先讲课。点燃师到台上来，那点燃师在台下嘛。点燃师到台上来，点燃师哦，那时候讲课最难讲，因为大家都要看老师怎么样对点燃师讲话。应该讲大家也要看点燃师，要给老师看点燃师，老师怎么教导这些点燃师。因为实在讲哦，不到一个时候，讲师们不会对点燃师有意见了。后期讲这句话，你们应该清楚了，对不对？点燃师也是很辛苦啊，有时候稍微有点的，一不小心，你也会体谅的，不要说原谅。但为什么到最后，很多人对点燃师魔，很多人有意见、有成见，那是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阶段了。你会不会相信体会后学讲这段话的意义？到忍无可忍的阶段，真的到忍无可忍的阶段，都是你每次都是前面的怎么样，又是你们怎么样。那时候大家老师说麦克风关掉，听刘静修点燃师讲课。那个时候台上开坛。麦克风关掉，就是不给坛主讲师听嘛。啊，越是关掉麦克风，坛主讲师越想不想听啊。龙王就听刘静修点燃师公口，龙王你逃啊！啊，但是这里面老师有三句很高昂的话，那些坛主讲师整个很震撼。老师就讲说，讲也讲不听，说也说，说几次，听了讲了不听，听了不改，为师怎么带你们？话很重哦，结果有一句很高的话被坛主讲师听到了，去领牌子跟阿修罗走，为师带不了你们，去领牌子。那时候在沙盘上讲话很大声，坐在第一排听有没有？哇，讲师都吓掉，我怎么丢？你听到就刚老师要叫点燃师去领牌子呢，跟阿修罗王走呢。啊，后面的第二排是公虾爷啦，老师公叫他点燃师去领牌子啦。啊，你连起来传出去啊，你啦，传到尾啊，第一排传到尾，大龙灾不？龙灾啊！啊，刘点燃师公口干有好无好啊？大家就这样听老师讲什么？啊，老师的话又很重很大声，去领牌子，跟阿修罗王走，为师带不了你们。啊，第一排听到后面就公虾，啊，你都好奇嘛？公哦，叫你去领牌子跟阿修罗王走，啊你哦，哇，这精彩啊，这精彩啊！哦，大家下面起起楚楚哦，起哄啊！哎，刚刘德兰是公公嘛，在讲课，你知道吗？都不要多。又第二次来了，听也听过，讲也讲过，改都改不了。为师不带你们的，带不了你们，去领牌子，去！啊，这拢真大声，你知无？哎，刚我听到啊，第二届了，第二届去领牌子啊呢？你说到这种程度，老师最后说麦克风打开。麦克风打开啊！一打开，是不是全场都听到了？对不对？老师就第三次说：“我的徒儿为师讲话都听不懂，全部去领牌子。”嘿，有包括讲师不？都去领牌子，跟阿修罗修。那时候怎么办？跪！拿起波娘都没把波了，跪！我跪啊！跪！哦，你敢知有贵有差哦，没贵就差很多，所以我们都贵回来的哦，感受到特别多哇！所以你看到阿修罗王讲这些话，各位讲师要不要注意？要不要注意？所以现在我们把头抬起来，后续的课讲完，最后送你们一句话：以后谁犯过，记一过也。你在文化道场记一大过也，会不会讲？会不会？有人起魔火了，讲话不好听的，阿修罗王来呀、啊！阿修罗王来呀、啊！咱内底有真侪阿修罗王，对不？对不？你嘛是啦，唔免笑啦。
爱盖都无啦，无盖拢是啦，敢是安尼？是。敢是安尼？是。爱盖无？爱。所以感谢老天慈悲，给我们这个因缘忏悔改过的机会。各位众讲师们，好好修办，真的好好修办，做人间的活菩萨，来报答天恩师德。真的报答天恩师德，所以佛佛老师才讲这句话。最近的天堂是人间的什么？佛堂。最近的天堂是人间的什么？你们没有听过这句话吗？有什么不会回答？最近的天堂是人间的什么？为什么要请大家走进佛堂躲劫避难呢？赶快行功了愿，责任都在我们大家每个讲师好好做。所以后学讲话讲到这么大声，讲到这么样的有如现场情况，还有人会打瞌睡，记忆大过爷阿修罗王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有够过分，阿弥陀佛，有够过分，我这泡阿哥有几个呢？我这大声，你哥会阿弥钓鱼啊？记忆过爷。没有啦，我是故意跟你们讲，真的没有，你们都很认真听了。如果再讲不好，阿修罗王也。所以我们今天大家都有一个范本，谁是被记过的，以后谁怎么被记过，以后谁是阿修罗王，我们互相哎，阿修罗王，上面讲你呀，你不是启摩我阿修罗王，所以要让阿修罗王退位，让我们的正知正见归位，让我们的佛性本位慈悲现身。各位讲师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。阿修罗王怎么样？退位。我们真的要成就圣贤仙佛，所以最后一句话，一起努力，不白走不白修，不成佛不怎么罢休，因为这样子就不是阿修罗王了。感谢帝君慈悲提醒我们，感谢阿修罗王慈悲怎么样现世因缘给我们了解，感谢佛佛老师慈悲挡下我们的冤亲债主，让我们好好修行办道。后学学说前两边的人是给后学什么补充？各位在座讲师平安永在，好好背祝祷文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好行功了愿哦，好好加油办报哦。台东道长、大悟皇长，大家怎么样啊？都能够加功建果，我们一起为道长的众生一起努力。谢谢大家，好，我们下课来啊。